好的，咱们看到女篮的球迷在现场给李梦还有女篮加油助威。这场比赛呢是女篮陷入了得分困境啊，主教练郑薇在现场也是忧心忡忡，没有想到秘密武器又一次拯救了中国女篮。这场比赛呢是中国女篮和比利时的大对决，在欧洲这个拉联赛的时候啊，中国女篮是三场大战比利时，但是只赢了一场啊，所以说这场比赛让女篮和比利时再次世界杯相遇。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女篮来讲压力山大啊，毕竟呢是对方啊两次战胜了我们。来到下半场之后呢，35-28咱们的领先啊，对方一个高举高打再次得分了。这段话呢是35-30啊，咱们领先五分。哦，咱们看是王思雨给李梦再往外传，被对方抢断了。好，2-2啊！关键这个篮板球还没抢上啊，这是关键。对方投三分打进了。看起来很开心高兴。怎么看啊？下半场的阵容，王思雨、韩旭、李梦。11号黄思静再加上杨立维，是今天咱们下半场的阵容。这场比赛是在今年举行的世界杯。好，韩旭要求给到杨立维，45度角，好，黄思静来了三分球，漂亮，霸气回应啊，41分，41-40、41-33，这个三分球还是可以的。哎，抓住球了，对，王思雨快推，对，控一手，把对方的火力吸引出来，再传给韩旭，韩旭没有投，有了，韩旭直接起跳，好，再次打进了这个球，李梦，40-33领先7分。掩护突破韩旭的防守，哎，没有拦下反手上篮，而是传到外线三分上来，这没有球是不是啊？没有打进啊！李梦控球分给，对，继续往下分，王思雨被盖帽了，好，哎，好球，打手犯规，王思雨要两个罚球了，两个罚球到手。这王思雨发球，这是手拿把掐的，这一点问题没有。好，第一个就发丢了，再来一个啊，稳下啊，稳住。好，再打一个，好球，2中1，41-33。王思雨跟防，消耗对方的进攻时间啊，24秒。手对手传球到篮下了，看对方中锋啊，哎，好球，李梦给打了一下，你看，哎呦，对方的中锋个头这么高啊，和裁判说打手了，但是裁判没有理他，给韩旭，韩旭都是怎么来到中路了？韩旭，王思静再给李梦，好的球，李梦篮下单打吧，往外传，黄思静一个外线啊。那个三分球，这个三分球很给力，对，防住他，单吊篮下，韩旭后仰投篮得分，对，王思雨手对手传球，李梦快速的，对，漂亮，罚球线低点跳投，黄思静防了非常好，好，卡位置，对，直接投了，漂亮，没有，再传回来，哇，对方投了一个三分球，
超远三分的，44-38，六分。李梦接球之后快速启动，后仰投篮啊，高抛没有进这个球，动作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篮下传球啊，球出界了，对方没抓住咱们的球权。王子宇控球，韩旭来到中路，王思雨吊球啊，对韩旭往下顺啊，韩旭这个掩护打不上，好球，终于是这个投来了，但是没有投中。王思雨继续跟防，单吊篮下，转身直接投，韩旭的防守成功了。王思静把篮板拽下来给了王思雨，把王思雨快攻到篮下自己打了，还是没有进啊，感觉这个进球太难了。哎呀我的天哪，这个44-38。好的，吴彤彤杨磊威休息，高抛发给了黄河静，这个李梦单吊篮下，韩旭一打二，哎呦反手上来不中，再来一打三了，一打三制造了犯规，韩旭来罚球，咱们这边是一个犯规没有，看韩旭这两个罚球怎么样，罚球很重要啊。第三节这个下半场上来之后，对方是发起了猛烈的反扑，想要这个形成这个逆转的局面啊，但是中国女篮不答应，顶住了这个压力啊，韩旭首发不中，再来一个，哎呦手感不是太好，两罚都没有，对方快速推进，手里手传球继续分到三分线，哎呦打内线啊，好球，韩旭篮板，对方也是没有进，李梦快推又一打三，这个球被防了下来，韩旭一出手把球给断了一下，韩旭有点太累了，状态不是太好，李梦也下去了，这个张茹上来，张茹和小宝应该是对积极的换防，且能跟上才行。哇，对方的中锋个头太高了，对方要高抛球，好球，张茹抢篮板，快速推进，黄思静定点三分球，这定点三分不进啊，这得分困境太麻烦了，怎么走出来，如果远了不行就得往近了走，就是突破这个对方的防守到内线去打，你看对方又打破了咱们的防守了。好，王思雨一个快传，对吴彤彤继续给黄思静，球得往里走啊，高抛球，好的，对方又是一个犯规，小宝来发球，看看小宝的发球吧，好稳住啊，看看小宝也是两个发球，看能不能发进，首发命中啊，对方已经是40分了，追上来了，45分，现在咱们小宝再来一个，两发都有啊，现场球迷很开心高兴，张茹协防，对方继续传球，好挡拆，还是往内线啊，小宝看好他这个14号，高抛不中，好抢篮板，张茹快推，好张茹这个带球是横着带啊，一打二啊，小宝再次得分上来是得了4分，连得4分啊，打出一波小高潮，
好的，这个对方那个强挡拆应该是。哦，给了吴聪彤这个犯规，等会吃了一个犯规，我的天哪！对，继续协防，黄思静跟上，对方强打到篮下，没有了。这个球是脚下有动作，对方是倒了，把球给扑了出去。对方发一个前场球，没有投三分球的。没有投射三分球，哎，跟过来挡拆，哇，两个人还是这样配合的。哦，这个球是继续犯规，王思雨两犯了，这个动作很大，所以说得罚球。我的天哪！好，黄思静篮板，对方是两罚中一。吴彤彤来上来接应啊，给小宝。对，往里走，往下顺。好，张如三分球没有了。哎呦，给吴彤彤的阻挡犯规，对方要两个罚球。太难打了。对方又罚进了，关键是好追回来，看王思雨还有一分五十秒，小宝好球飘起来，飘起来的球没有进啊，对方这个身体上有动作。哎呀，你看对方这个挡拆很用的很巧妙。哎，黄思静前下来给王思雨，黄思静上篮得分，50-42，8分。对，防出三分线。哎，好球，对方一个转身没有上篮，而是选择把球分出去，反正底线上来投。对方是一个三分球，很重啊，三分球。好球，吴彤彤侧面的高抛得分。对，继续来。看看有没有。防上来，然后在三分线上走就行。这次防得好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哎，好球！24秒，对方打进了。最后的17秒，咱们进攻时间。看王思雨快推，对，推进来回手，稳住，哎呦，打了个后仰投篮得分，哇，吴彤彤啊！真不简单啊，比赛这个时间到了，54-45，女篮压住了对方的节奏啊，真的不容易。好的，咱们下期再见。